深也行。关键有时候还有扶梯啊。对，嗯，这个听说我试了几回，用哪一个做哪个，好像不记得是。你去拿剪刀吗？不用拿剪刀，直接扒开就行。我给你修剪修剪，它都可以实现。修剪用扶梯。拿着手，手往底下的地方。直接扒不过手。